边九州寒雾，曲风古音绝处，人间悲喜尽相负。取一生再续一方剑渡，几人孤万般书，九州难觅同归路。谁曾见痴缠缱绻，皆化作尘与土。掀起初生生如素，梦中韶华开谢过几度。一梦红尘路漫漫，几处聚散，且将凡途望断，再伴晨曦牡丹。余情绪是长安不还。拥有如此武器，谁不想得天下？如今天下动荡，若是离火寺，必将生灵涂炭。
给我药。不是这些，给我那个。这续命丹只有一颗，他的伤又不重，公子就这么浪费了。如果以后公子遇到危险，紫嫣怎么办？不要啰嗦，拿来，给我。给我。公子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你还是先回避一下吧。那你来吧。确的消息，那个孽种又一次救了殷氏圣人，还让他在军营里面养伤。之计啊！您总不能一辈子被那妖妇摆布吧？我能守着，只要他不对安儿下手就好。我一定要想出法子。可惜安儿，下去吧。是。就是缘分啊！那个时候，我以为我死定了呢。哼，谁知道莫言哥哥就出现了，那么帅的，把那些陈国士兵都给杀了。哦，对不住，没弄疼你吧？没事。紫嫣姐姐，你说莫言哥哥会不会喜欢我呀？为什么每次在我身处危险的时候，他都会出现啊？想到这儿，我就觉得更美妙了。公子宅心仁厚，换作是谁，他都会出手相救的。还请姑娘，不要想太多。是我想太多了吗？不过，我真的很喜欢他。要是……他也喜欢我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
看我，你能不能帮我告诉他，我想见他了。公子已经把照顾姑娘的事儿交给我了，还请姑娘不必太牵挂公子。没关系，他没时间来看我，我可以去看他呀。你只要告诉我怎么走就行。啊，公子有交代，外面很危险，姑娘还是别出去了。我出去透透气也不行吗？不行，公子交代的我不敢违背。姑娘还是回去躺着去吧。哎，莫言哥哥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？不知道。他武功那么好，又能在乱军之中把我救出来。这里好像我们魏国的军营啊。哦，你们一定是魏国人，对不对？跟着公主的人都跟丢了。是，公主和天子实在是顽皮，我们的人全都跟丢了。好吧，让他们都回来吧。真儿跟着天子，安全不会有问题的，正好让他们培养下感情。是，马上去准备婚事吧。好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大王，大巫师那边有请。我们去。公主叫唤了好几天了，我看您所料之事。公主指向北方，数日之内北境必有地动天摇之灾。将军，听说世子救了一个魏国女子，有人亲眼所见。我们在和魏国交战时，世子救出这样一名女子，并且撤了帐外所有的守卫，只派自己的侍女伺候那名女子。这倒是分外有趣。还有更有趣的，世子救这名女子回来时，有人认出了那女子的身份。您猜她是谁？是否安睡？朝廷有事求见。
没想到曹将军有夜闯他人营帐的习惯。原来是世子，请恕曹斌，失礼了。公子，紫嫣，我不是吩咐过你要守在此处，闲杂人等一律不得进入，你可记得？紫嫣疏忽了，请公子恕罪。送曹将军回营。世子，我只是听说。世子，你。曹将军，请。身上只要敷上这个，一定不会留疤的。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其实我也不知道。那，你告诉我为什么？莫言哥哥，你知道吗？自从上次我们分开以后，我就一直在想，还有没有机会再遇到你。九州那么大，而我所以你在乱军丛中出现，再一次将我救下，我觉得那是我们注定的缘分。你知道吗？我一直在想，遇到你的第一句话会说什么，你还会不会记得我？怎么才让你记得我？告诉你，我最深的梦全是你。是，我应该叫你慕言哥，还是成功世子才比较多呢？为什么你要隐瞒你的身份？没有隐瞒，这是我觉得没有说的必要。那就一直别让我知道。如果我不知道你在我心里会一直那么好那么好，为什么你是陈国人？为什么你是陈国的世子？为什么？正儿，你听我讲。为什么？这是我和他的事，你出去。公子，出去。你为什么不躲开？你难道不知道，这样我会更心疼吗？如果这样能够让你好受些，我没关系的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躲？我是陈国人，这事就那么重要吗？因为你是魏国人，因为你是魏国的文昌公主，
我们两国在交战。 姑娘，你放心吧，你相公没有什么大碍。等风雪停了以后，
我想办法去给你找个大夫去。有大夫，大婶儿，你现在就带我去找大夫吧，好吗？哎呀，我说姑娘，就算我这会儿想带你去找大夫也不行啊。大夫他住在山上，你看这会儿雪那么大，路都封了，等到不下雪了我再带你去啊。我终于知道牵肠挂肚百转回肠是什么意思了。以前我嘲笑那些痴男怨女，甚至当你从永安城回来对慕言公子念念不忘时，我也始终觉得无法理解。爱不过一种可有可无的游戏罢了。也许是我想得太轻率，所以老天才给我开了这么一个玩笑，他让我遇见他，救了他，最终爱上了他。这些天我和他经历生死，种种艰难不足言说。其实我知道，只要我放出消息，陈国自会有人接应他，照料他，而我也可早日回到你们身边。只是相处时的种种艰难根本无法与
起汲取温暖，互相鼓励着活下去，那种幸福我这辈子从未体会。我知道我自私，只是我已太依恋这种感觉。真儿，我害怕，我怕当大夫治好了他的伤，当他发现害他的人正是救他的人，他嘴上说爱的人其实是他最恨的人，我该怎么办？真儿，我该怎么办？如果这辈子有什么值得我用生命去换取，那就是沈安。公主，国医，主上的情况怎么样了？脉象平稳，应该没有大碍了。老夫给主上开的药方还需要继续服用。依国医看，主上这病有没有机会根治啊？这……我明白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主上，姑姑跟你说话你一定听得见。你知道不知道你昨天逃出宫去，如果不是血影卫及时找到你，你就危在旦夕。主上，你应该明白自己的身体，你每次晕倒都有可能要了你的性命。姑姑这样为你费尽心机，你可要照顾好自己才是。那丫头要出事儿，我要去救他。主上，主上，主上，主上！哎呀，你们可真没意思，我都伪装成这样了，你们还认得我呀？主上，这次如果你再开溜的话，我的命可真的没了。少废话，跟不跟我走？主上，你大病未愈，公主很担心，可万一又出了什么事，我不告而别，那个丫头一个人在外面很危险，我必须要去找她。你们也知道我的性子，是想跟着我保护我的周全，还是留下来让云公主削了你们的脑袋？哪个丫头啊？少废话，走了。走。东君大人，所有将士都已整装待发。好，出发！这几天你的伤好的也差不多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你不用送我了，回去吧。我还是送你。你们陈国不就是想抓我吗？为什么还要送我走？陈国与魏国决战在即，我怕路上不安全，我送送你吧。你能阻止两国之间的战争吗？如果你不是世子，我也不是公主，那这也许是我们之间的事。可是你们陈国让我看到了你们的狼子野心，让我们魏国的百姓颠沛流离。这是乱世，谁都无法独善其身。你认为陈国残暴，可是如果魏国与陈国的势力斗智，你的父王同样会选择攻打我。踏上权力的巅峰，
开疆辟土是每一个诸侯不可磨灭的野心，只要九州四分裂，只要天下动荡，每一个人对天子王权抱有野心，战争、死亡都是不可避免。正儿，就以我们身在乱世，我们就必须要对自己的身份妥协吗？那是我们自己的生活，为什么要与这么多是是非非绑在一起？ 这一切，我不要紧。朕，够了！我只希望我自己从来都没有见过你。大王，我们与陈国交战日期。 就是今天了，开坛做法。大王，你这是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我要让苏杭好好看看，他们是怎么死的，彻彻底底。 求求你醒过来了。
才认识他多久，就愿意为他死了？是，我跟他相识的时间是不长，但是每一次我遇见，都是他来救我。虽然我们生不能在一起，但是我们死要死在一起。你来得正好，把我和他埋在一起。我愿意跟你。芷蓉，恐怕我不能答应。情绪一时长。